今天我要谈谈弟弟吉肖恩·康姆斯的大丑闻，探讨一下好莱坞里关于他的这些事情。我会对他和关于他的法庭案件做一些预测，尤其是那些针对弟弟的指控。这个世界真是让人感叹，不是吗？有时候真是个糟糕的世界，想想看，中东的那些恐怖事件，乌克兰的那些悲剧，现在好像都被遗忘了。世界各地还有人挨饿，而好莱坞和音乐产业、影视界的那些过度优待的人却喜欢向我们传教，告诉我们该投什么票等等。而现在这些事情似乎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最近我和 Jane 去了罗马，这让我想起了古罗马。你们可能读过或看过费里尼 Fellini 的电影《萨提里孔》（Satyricon）。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也堕落到了古罗马的深渊？肖恩·康姆斯，弟弟，这个人似乎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反英雄的象征。Puff Daddy 这个名字真是有些奇怪，特别是 Daddy 这个词，总让我想到一些可怕的联想。不过，现在我们应该称他为纽约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的囚犯 37452D54。大多数人应该知道这个故事了，我会简单提一下，给那些新加入的朋友一些背景。他显然干了些坏事，现在被关在拘留中心。我想，当局对他的去向有限制，不过他可能会与其他犯人隔离开来，但有报道称那里是公共浴室，所以他可能在那里又会搞出一些怪事吧。9月20日，也就是不久前的2024年9月，他被指控性交易、敲诈勒索、创建犯罪企业以及对女性的性犯罪。不过这些指控仍有很多疑问。当你看这个人的性格时，他给我一种极度控制狂的感觉，想要掌控一切人和事。有新闻报道称，50%的指控是男性提出的，很多可能是恶作剧电话，但他们说有50%的案件是针对年轻男性的指控。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对男女都实施性犯罪的连环性犯罪者。虽然他有12个孩子，所以他显然并不是完全同性恋者，但他似乎对两性都怀有伤害的欲望。对于这些人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权力游戏，是一种控制的表现。名誉、财富和全球的崇拜似乎还不够，他们还要有这种隐藏的可怕动机。在我看来，这揭示了社会中更大的一种病态，而不仅仅是这件案子。这案子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已经有了爱泼斯坦事件，现在又有了这个事件。是不是该彻底揭开这层黑幕了？还有多少真相等待揭露？你们觉得呢？另外，如果你是第一次加入频道，请给我点个赞，这对提升算法很重要。我知道这可能是个讨厌的打断，但点个赞真的很重要，能帮助我们保持受欢迎。我的感觉是，在这些案件背后有一个非常庞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想想这些事件的规模和涉及的人数，你需要很多人默许和参与。但你也得有很多腐败的人，他们得愿意视而不见，为什么呢？好吧，部分原因是这种行为是一种堕落和对人的控制，但这背后是否还可能有其他东西？是否有可能背后有一个敲诈勒索的圈子？我的感觉是，从这一事件中暴露出来的东西可能涉及敲诈。假设你是一个名人，你参加了这些活动。据说他有2类派对，这个人有10亿美元的财富，过着奢华的生活。他有一些公开的派对，几乎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还有第二种派对，有人甚至提到，虽然我不太相信这些说法，但这些派对是地下的，字面意义上的地下派对。这些派对在各地都有，包括华盛顿等地。谁知道呢？不过我不打算深入这个兔子洞。如果你是一个名人，你参加了一个派对，后来发现还有其他派对，尤其是所谓的白色派对，吸食可卡因，从映照女郎的身体上吸可卡因。显然，这里为人们提供了很多幻想，基本上是狂欢，无论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的狂欢，这些全都涉及大笔金钱和大量的可卡因。那么，问题是这仅仅是他的个人兴趣吗？还是说背后还有其他目的？媒体已经报道过这些事情，我相信这都是真实的。他们吸毒过量，性行为频繁，以至于他们需要静脉注射来恢复体力。
还有报道说他在酒店大堂里把前女友暴打了一顿。这个人有一种极度强烈的权力感和特权感，认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不在意周围是否有摄像头记录他的一切行为。这完全是一种无所顾忌的反应，即乎达到了独裁者的程度。正如人们所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认为这里正是这种情况。这是权力的走廊，象征着我们看到有人在权力的走廊里被踢打得几乎致死的场景。但这件事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它究竟蔓延到了哪里？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是已经影响到世界政治了？有多少人牵涉其中？不仅是名人，政客们特别喜欢与名人交往，想要得到名人的支持和推荐。所以毫无疑问，政客们也可能牵涉其中。我的感觉是，这远比爱泼斯坦事件要复杂。爱泼斯坦的事到现在已经被压下去了，我们几乎不再听到太多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没有出现在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呢？这和王室丑闻一样被压了下去。有传言称，甚至有王室成员与这些事情有牵连。我不能具体说是谁，以免陷入诽谤的麻烦。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个人呢？大家会怎么想？我们得摆脱他，对吗？如果你考虑到这类情况，假如你手里有某位大明星或重要政治人物的不雅视频，这些视频在犯罪团伙手里将会价值连城。一个亿万富翁甚至更富有的人会付多少钱来让这些视频消失呢？我并不是说弟弟一定有这些视频，但其他人可能已经掌握了这些东西。而这正是我认为这次事件中最糟糕、最令人不安的部分，因为媒体会渴望获得这些东西。而外界猜测有哪些录像存在，他们会被如何利用，谁拥有这些录像。因为现在不仅仅是录像带的问题了，一旦你有了数字文件，你可以复制无数个，上传到云端，保存到多台设备上，永远无法彻底追踪到。所以，谁掌握了这些录像呢？我感觉我预言的一件事是，随着这个事情逐渐展开，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看到有关名人被敲诈的揭露。我们都希望这件事明天就能上法庭，但它不会那么快，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特别是在选举临近的时候，谁被牵涉其中，谁又希望压下这件事，大家都有理由希望拖慢进程。我们知道政治经常利用法律为己所用，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30年，就像吉米·萨维尔那样。当然，目前他还没有被证明有罪，所以依法一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是无辜的。但你知道，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时，如果我们所说的是对的，媒体所报道的是对的，那么我们有30年的腐败和掩盖，至少25年，可能是30年。这可能涉及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也牵涉了成千上万的人。我们有加害者和受害者，这一切何时才会结束？这一切的尽头在哪里？所以，现在弟弟能做什么呢？他有什么选择呢？他是否要承担所有的罪责并被送进监狱？在那里他很可能会被干掉，仅仅为了获得杀死他或羞辱他的声誉。这在监狱里可是件大事。所以我们不会让他接近其他囚犯，不是吗？我们不会让爱泼斯坦这样做，我们也不会让其他人靠近他。显然他的生命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你怎么看？你觉得他的生命有危险吗？他有什么选择呢？我的感觉是，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坦白。他必须找到一种减轻刑期的方法，否则他会在监狱里度过一生。如果有数以千计的投诉出现，你必须考虑到所有的投诉，不可能只处理其中一两件，因为新的投诉会不断出现。他可能会在监狱里度过很长的时间，越来越长。因此，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坦白。让我们面对现实吧。这个人据说是个瘾君子和性瘾者，他在监狱里无法生存，他必须做个交易。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钱对他来说也没有用了。钱可能只能用来贿赂一些人，避免他在监狱里被杀害。但你知道他能做什么？他必须揭露所有的内幕。他别无选择，只能这么做。
与此同时，如果其他人先不干掉他的话，因为可能有其他人想花钱让人对他下手，他必须在监狱的网络里生存下去。我们都知道，囚犯们总能弄到手机，一旦有了手机，他们就能上网，一旦能上网，他们就可以做各种事情，包括转账等。如果他有外部的联系人，也许他也会被敲诈。我感觉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犯罪背景，这是好莱坞的沼泽，这是另一个需要被清理的领域。腐败已经深深地渗透到这个行业，正在摧毁整个娱乐业。当你想到娱乐业与一些非常黑暗的势力携手并进时，这令人毛骨悚然。娱乐业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们每天都在看电视节目消遣，而背后却隐藏着如此可怕的势力。当你想到社会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真是触目惊心。有多少人知道这些事呢？我认为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惊讶，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在发生。当工作中的某个人做了什么，大家都会知道。当家庭中的某个人做了什么，大家也都会知道，都是通过私下消息传开。好莱坞里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事，整个娱乐产业都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美国好莱坞和英国的 BBC 也受到影响，这些地方被一些非常黑暗的政治和非常黑暗的人所感染，这也影响了政治，因为每个人都对此保持沉默。你知道吉米·萨维尔去世时，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但没有人敢说。现在没有人敢说，谁知道这将揭露什么？显然已经有暗示表明可能存在未成年人性行为的问题，比如贾斯汀·比伯。我不想对他说任何恶毒的话，但他发生了什么呢？这些事情对像他这样的人的职业生涯造成了怎样的伤害？无辜的人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受害者的处境将对许多人的职业生涯造成可怕的影响，可能会被玷污甚至摧毁。而我们担心的那些人，嫌疑人，他们会选择去度假，不是吗？他们都会离开，不想谈论这个。让我们去度假，去意大利吧，躲避一下。这真是太可怕了。那么，我对未来的看法是什么呢？我也想听听你的想法。你怎么看待这一切？我们显然对这些事情知道很多。当你做出预测时，最好对事情一无所知，而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年初的预测是有趣的，因为我谈论的是一些远期的事情，而我对他们没有感觉。所以显然，这里有一些事情在影响着我。我的第一感觉是，他将会入狱，我觉得他入狱是非常明显的。但我觉得他会入狱，但会有多长时间呢？人们在想，哦，可能是无限期的，但我觉得他会做出认罪交易。我不知道这个认罪交易会对其他人的职业生涯造成多大的破坏，但我觉得他可能会得到20年的刑期。坦率地说，这个刑期对于他来说是个小数目。因此，我觉得他会进行认罪交易，这就是我的一个预测。我的另一个预测是，正如我之前所说，有组织犯罪参与其中，这将会被揭露。大规模的有组织犯罪参与其中，资金将会发生巨大的流动，以保证他的安全。我觉得这一点也会被媒体揭露。这是这个事件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名人被敲诈的事件将会被揭露，肯定会出现一些完全的名人敲诈案件，因为我感觉在这一切背后有更深的东西，这不一定是滴滴在做这件事，而是那些拥有录像带的组织者。因为这不能仅仅是一个人，组织所有这些事情不可能只是靠一个人，必须有一个网络。还有另一个预测，我一直在感觉会有人接近他。我尝试去调频，看到有个面孔烧伤的样子，所以我感觉会有人烧伤他。我觉得会有某种方式来烫伤他的脸。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做出一个预测，说我看到一个名人被烧伤。你还记得吗？实际上人们说，哦 ,Craig, 你看到的是 Slipknot 的那个家伙，最近他被烧伤得很厉害。Slipknot 这个乐队在这里比在美国更有名，但也许就是他，或许是他成为被烧伤的人。我有这种感觉，也许不是马上发生，我不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看到这种情况，但我感觉他会遭到某种毁容。这是一种可怕的预测，但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的想象就是这样的。我不希望任何人受到伤害，毕竟每个人最终都必须找到救赎的方法。
但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我还在调频时得到了片段信息，有时我无法看到全部。你似乎认为我能看到一切，但我得到的只是零碎的信息。我看到了一名男性和一名女性政治家，他们将被卷入这些所谓的怪事中。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民主党人，但我不能确定，但我感觉会有一些重大的政治爆炸将要发生。我觉得这可能与民主党有关，可能是因为加利福尼亚，也许是因为那是强大的民主党地区。但我看到的还有更多关于儿童虐待的暗示，包括对移民儿童的虐待。人们一直怀疑这种事情在发生，他们被带到哪里去？如果这是事实，我感觉他们正被运送给那些有钱、有能力做这种事情并掩盖的人。我看到的已经有关于未成年人被虐待的迹象，但我感觉这要大得多。我们需要深入挖掘这个问题，看看他们是否会让人深入调查。我希望法官能真正坚持到底，确保必须揭露的事情得到揭露。但是你知道，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比如凯恩击杀麦克斯韦、迪斯文、麦斯韦和爱泼斯坦以及其他所有相关的人，还有这里的皇室，所有的一切都被掩盖起来，因为他们有钱可以掩盖这些事情。我担心的是，我们可能不会看到所有真相，但我觉得这背后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你觉得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我试着把这些视频变成一个小论坛，让你们可以表达和分享自己的想法。最后，我觉得这个事件将会在美国选举之后发生，而不是在选举期间。这一切都会在选举后被推迟。我觉得法院会有延迟，他们会尽量将这些事情隐匿在公众视野之外。我的另一个预测是，他会达成某种认罪交易，以减轻他的处境并分担部分责任。他们已经在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我看到一些大牌明星会被卷入其中。我有一些想法，但我真的不能分享这些，因为我不想陷入诉讼中。显然，任何人都必须小心关于这个事情的言论。我的想法中有一些数字，简而言之，我很想说出我的感觉，但那里面还有其他事情。当我们考虑这些人时，他们被塑造成我们的英雄，对吧？我希望能看到不同类型的英雄。我更喜欢老式的英雄，比如约翰·维恩那种角色，一个异性恋的白人男性。我们现在几乎看不到这样的角色了，或者是美丽的女英雄，现在我们连这样的角色都很难看到。我们似乎看到的是一些经过筛选的思想，电影界似乎进入了一个奇怪的世界，那些被我们展示的英雄似乎和我们任何人想要的都相反，不管我们的背景和文化。我们看到了一些糟糕的人被称为我们的英雄，那么我们现在崇拜谁呢？我觉得贾斯汀·比伯的处境也很糟糕，我感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非常可怕的情况。我认为人们会支持他，我觉得这不会损害他的职业生涯，反而可能在许多方面会有所好转。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我对印度的教义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古老的印度寓言，因为我对纳迪 Nadis 的兴趣，正如你在上一期视频中看到的。在毗蓝 Pranas 中，他们称之为卡利瑜伽 Kali Yuga。我们处在卡利瑜伽的深渊中，我们将看到领导者和统治者中充满腐败和贪婪，财富被置于正义之上，权力和道德败坏。你知道，会失去他们所称的达摩 Dharma， 我想这可以粗略翻译为正义。在这个时期，传统价值观将会结束，精神原则被侵蚀，人们失去责任感，导致广泛的不道德行为。他们说，在这个时代，甚至是大师们也会被这种阴影的黑暗所腐蚀。年轻一代不再尊重老一代，失去了对老年人的尊重，对教师的尊重。现在我也能感受到这一点。物质主义充斥着世界，欲望、自私和欺骗成为社会的基石，所有这些都被预测到了。基本上是同情心的衰退、善良的结束，以及对这些事情的贬值、自私心的增加。与此同时，生命会更短，因为在长时间里，其他的瑜伽中，人们可以活到400岁，但在这个瑜伽中，我们现在的生活年龄会大大缩短，所有这些都被标记为精神衰退的结果。难道好莱坞不是我们的英雄的堡垒吗？公众人物是我们应该仰望的榜样。
你知道，作为孩子的时候，我们都会寻找英雄，每个人都在寻找英雄。我们观看视频、电影，时时刻刻都在寻找那些我们可以认同的人。英雄的故事是讲故事的基础，但现在我们得到的都是一些糟糕的人。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关于这些丑闻的后果是否会导致那些已经被怀疑有类似行为的臭名昭著的政治人物受到牵连，比如克林顿。你看，我不打算点名我认为的，但我感觉我们这里的情况，我相信你也这样认为。杰森，从你所说的来看，这不仅仅是娱乐行业，这是其他事情，这可能涉及到整个上层社会，不仅是美国社会，而是整个社会。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社会，不管在美国发生了什么，肯定在欧洲和英国也会发生。因为这些人，你知道，他们都会互相去对方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我们会看到政治上的巨大后果。我感觉会有非常大的政治影响，这实际上比明星世界发生的事情更令人担忧。因为名人是个体，而政治家、商人以及制药行业也涉及其中。也许制药行业有些事情，我觉得因为你知道，我只是感觉这里有药物被使用。谁提供所有这些呢？你知道，可能后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所以是的，我不打算评论克林顿。我不回答个人问题，但你说我今年遭受了精神攻击，其他人也在经历这种情况。我认为我不对这些进行私人评论或解读，但我觉得很多人感觉差不多，似乎空气中有一种能量。我知道目前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发生。现在你几乎不能看新闻而不为所看到的感到羞愧。我的意思是，我们几乎在门口就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佛罗里达州和世界其他地方几乎正在经历一种环境末日，而我们忘记了非洲的严重干旱。你知道，目前中非正遭受巨大的干旱，我们看到世界在其需求之中。我认为实际上在个人生活中，这种影响似乎也在影响人们的生活。你知道，你提到精神攻击，但我认为我们是否在将黑暗力量显露出来呢？你知道，我们是否开始看到那些在我们个人生活中的人暴露出他们真实的自我？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件好事，不是吗？而且在政治上的这些动荡和娱乐行业的动荡中，你知道，这都是已经存在的东西。我们抓住了罪犯，或许在我们个人生活中也是如此。德伯拉，我知道你在这方面的感受。我觉得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受。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我看到这个问题，彼得拉，他们在派对上用 MK Ultra 欺骗那些人吗？所以他们在派对上被困住了。是的，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为什么要有两种派对呢？对吧？为什么要有？人们的确有这样的指控，我不知道，我当时并不在场，但他们有一种派对，把所有的名人吸引过来，也许还有一些完全无辜的人参与其中。然后他们还有另一种派对，那种你所说的怪异派对和其他事情。你知道，我们就会想啊，来吧，我们还有另一个特别的派对，你被邀请进入内部。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就像一个网络，而你一走进门就意味着你已经被牵连，只因在那里你的职业生涯已经有点受到威胁，如果你是公众人物。所以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蜘蛛网，我觉得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个有趣的观察，迪迪和爱泼斯坦的名单是否有交集？我敢打赌有。我敢打赌，而问题是我们并没有从那里得到完整的故事，所以我敢打赌那里有很多相同的名字。我的意思是，在好莱坞你不会只去一个派对，你会参加所有的派对，你会去那些最令人兴奋的派对，去那些对你最有吸引力的派对，去那些秘密派对，没人担心，因为这一切都被掩盖了，没人会知道。你知道，现在感谢上天，我们开始听到好的关于卡马拉·哈里斯的那个问题，卡马拉会因非法开放边界让罪犯进入美国而被逮捕吗？不，我看不出他会被逮捕，抱歉，我不这样认为。不过，这个想法有趣，我想，如果你这样感觉的话，我们差不多到了。还有什么？不，你预测过对特朗普的第三次袭击，那个在加州的失败尝试吗？你说过实际上没有。我知道我说过第三次尝试，
但我看到的那一幕是我看到特朗普从一辆车里出来。就当他从车里出来的时候，发生了某些事情，他就在马路上。现在，我不知道他是否被击中，或者这是一次非常接近的擦肩而过。我认为这是一次擦肩而过。这让我想起了里根的事件，我看到的与里根遇刺的事件非常相似，但里根没有被杀。所以我觉得这是即将发生的事情，我认为这发生在他担任总统之后。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你说我看了你关于2024年预测的视频，几乎所有内容都应验了，真不可思议。总结，关于弟弟的预言，讨论了涉及肖恩·弟弟·康姆斯的丑闻，重点是关于犯罪活动的指控，包括性犯罪。帕克预测弟弟将面临牢狱之灾，并推测娱乐行业内可能存在腐败和勒索。更大的犯罪网络，帕克暗示弟弟的案件是一个更大组织犯罪网络的一部分，不仅涉及名人，还包括政治和社会中的腐败人士。他将此与过去像爱泼斯坦的丑闻进行了比较。对名人和政客的影响，视频暗示可能会出现政治丑闻，推测一些知名政客可能卷入类似的丑闻。同时也提到名人勒索，这些事件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职业生涯。关于丑闻后果的预言，帕克预见到与这些犯罪有关的重大政治丑闻，尤其涉及民主党。他还预测，这些案件的真相将在选举之后曝光。对社会的反思涉及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如物质主义、同情心的缺失和腐败的娱乐产业。帕克也反思了精神教义，并将这些问题与古印度预言中的道德堕落联系起来。